哎爸，啊，那个我晚上不回去吃饭了啊。您给我那个微信里给我打点钱，我待会儿跟那谁亮他们去喝酒去。啊，我不用花没了吗？你给我打点呗，我不是不上班，现在不是不好找吗？给我打点，我不多要，你给我5000块钱就行，我这个月就能过去。5000块钱多，现在吃一顿饭多少钱呢？你找我爸要。跟你要，我跟那拿5000块钱怎么费劲？哪次跟你要钱，你都这样。啊嗨，他赖我了。那不是我不找工作，现在工作哪儿找？这挣钱都少着呢，还他妈赖？跟你要哪次跟你要钱就他不给我？你不给不爱给不给？不给给不给？年轻人别大火，因为对你父母哪能那么说话呀、啊？每次跟你要钱，他都这样。哎，你也这么这岁数了，那可不是，你也自力更生呗，是吧？但是你跟父母说，好好说，哪能这么？我就跟他说话这样，他不给我钱，我还好好跟他说话。养你这么大，你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管着吗？我这他妈没要钱生气呢，你管哎，你碍着你什么事儿啊？是碍着我什么事儿？但是咱说话得得父母嘛，父母还是说话得。他不给我钱，我吃待会儿喝酒，你给我钱。你要钱成，你要钱你干点正事，就跟一帮那狐朋狗友你瞎。我这怎么不是正事啊？我谈买卖呢，我是谈买卖呢，你知道吗？谈买卖，你跟你妈要钱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臭司机，你就好好开车吧，你。你臭司机，管我们家事儿。待会儿啊，过了红绿灯，你给我下车，我不拉你这样人啊！凭什么不拉我啊？你给我送到了。我穿一张人，我都来气。我瞅你还来气呢？你管着我家事儿吗？我妈没说话呢，你说什么话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这没教养，你才没教养呢！下车啊！不拉你了，下车。我凭什么没下车呀、啊？不拉你这样的不孝顺的人，我就不喜欢。我怎么不孝顺了？那我骂我愿怎么我愿怎么骂怎么？就因为那是你妈，就不能这么说话。我就跟他说，我从小就这么跟他说话，你关你屁事啊？是什么你？你是什么？我抽你，你信不信？跟你脸了似的。